四个马男抬住出场嘅性感女郎咧，咪 Joey 咯。佢一身低胸露脐嘅性感打扮，令在场嘅男士女士都好开心啊！今日咧佢出席咧，佢歌唱技招已经咁性感，咁演唱会咪仲大胆？其实我遮得好含嘅，但感觉上好似好 sexy 咯。咁但系演唱会都会系呢个路线。其实好多歌手在演唱会都有突破的，咁 Joey 咧都唔例外，但佢嘅意念咧就唔系个个歌手都咁样试。Encore 位咧就系、完全冇化妆，个黑眼圈都飞晒出嚟咁样唱咯。咁但系佢哋惊话认唔到系边个容祖儿，咁就拒绝咗。当晚咧点会认唔到 Joey 啊？因为咧佢会带一个镶有1500粒钻石，咁总值咧千万嘅面罩出场。保安方面咧当然更加严密啦，但系都唔及有个护花使者更好啊。你男朋友会唔会嚟睇你 show 咧？希望会啦，希望会系啦，因为要做嘢噶嘛。哦，但系点样开四场，点样都有一场嚟到啩？系咯，希望咯。但会唔会即系点样去支持你咁？点都有个花篮啩，系啊。有男朋友嘅支持咧，唱起情歌咧都特别甜噶嘛。不过咧，早前嘅 Joey 咧同佢嘅经理人霍文希咧，因为工作安排问题闹不和，系咪真噶？唔系噶，其实我同佢咧咁多年应该系有个默契喺度咯，只不过系斗气啫。咁同埋我同佢嘅关系即系好似阿妈同女咁噶啦，即系唔会话有啲咩嘢唔啱咯。即系有啲乜嘢我都会同佢讲，同埋佢喺度讲，佢话如果我同你都嗰啲不和咧，佢就冇晒朋友，好咩啊，好好冇人缘噶啦。其实唔系噶，大家可以澄清嘅，其实佢好有人缘噶，系啊。